哎，等一下，你看这女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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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回音吗？没有吧，我把它关掉了。哦，有的人看这个太刺激啊，对吧？这个，但是有的人喜欢看刺激的，所以见仁见智。对，但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还不错玩。每次进来都要等一下，奇怪。超好看的哦，对啊，这个还蛮不错，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这游戏做的也不错。话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开始啊？对，为什么每次进来我都要在那边等啊？哦，这边有分几点，有没有？中间这个是分几点，所以如果要看楼那个念印楼一吧，还是楼影忘记了，楼一吧，应该是楼一。如果要看楼一的话，之后我再从这个分几点开始玩。真的是医生哦。医生他本身就是那个从医学院毕业的，所以他叫医生 ，Doctor 嘛，我在。还有回音哦，真的假的？我看，真的吗？我看一下。听听看有没有回音？没有啊，没有回音啊，没有回音啊，没有回音啊。啊，这个没有，就 lucky 还嘣一声呢、欸。我认为这把枪就是拿来射那个什么地上的那个箱子之类的，绝对不是射那一只啊！啊你妈妈的嘞！啊你呦喂！你妈妈，我快跑！你妈妈的，我快跑！妈妈，我快跑！你们可以进去吗？哎，老大，你还把保险丝拿掉？我真吐血了，我真是。哎，这楼上哎，我先摸索一波啦，摸索一波。欸、他进来了、欸，关门，放狗，拜拜。妈呀！欸，想说他还开门呢、欸，靠，他卡住了。我在玩恐怖游戏吗？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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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門。他奶奶个熊欸！哦，他在外面哦。欸，这边。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了，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我认为啦 ，I think， 你是不是还在外面啊？老大，你卡住门了啦！从他后面走过去。
跑跑跑，像又来一只。哎、欸，救鬼哦！哎、欸，我看一下到底哪里可以走啊？这里是不是？这里是不是？啊，进来！关门！哎、欸，点不是这个。哎、欸，结果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哎、欸，没子弹的。欸、所以那两个东西当中只有一个是，一个是哦，这可以合火药哦，那合理合，那 OK， 有没有？这样我才能捋肉啊，对不对？这样才有子弹可以啊，打枪枪啊，打他一枪啊，打什么枪？亲爱的珍娜，一切还好吗？我猜收放区应该过了半年，这里生活超无聊的。好，好，我只是要试一下怎么用啊，哦我只是要试一下怎么用。那我的打法方向对了，那我们就可以reload回去了，没有？因为我这样可以血比较满的打了，这样不会等一下就死掉了。哦，你这样懂吗？玩游戏要有一个那个直觉啊，你就觉得那个子弹两颗怎么弄呢？他要让你开箱子啊，因为你没刀啊，没有刀啊。哎、欸，有小刀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啊啊！靠，有人知道小刀在哪里吗？知道了的话，就提醒我一下哈。哟呼！出去，它会出现在右边哦。这边有一只，刚好已经被他弄过一次了。呀，你老师靠大嘴叫，这个保险丝不要再把它弄掉了哦。关门！看来那一下势必要被他抓一下的。赶快跑！关门！你看不到我，看不到我！有没有？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呢、啊。有小刀啊！真的有小刀吗？我摸一下看看，摸不到哎、欸，没有。有知道的人在告诉我，裤子拉链拉看看有没有？我看看，哦，没有啊，这是一只大雕哦。我是说那个生龙药酒了。哎、欸，我是从这里来的啊。啊！他不让我出去耶，真聪明！等下赶快跑，等下被关厕所。关门！哎、欸、，OK。屌，你听到声音啊？我妈你妈妈的嘞！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啊？老大，那边有没有箱子啊？我跟他玩迂回。来啊！跑！看有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太妙了，没东西。把他骗过来，好，赶快过去。我记得这边好像看到一个门子。关门！妈呀，有点迷路哎。关门呐、啊！哎、欸，这没来过哎、欸，靠，要空的，没有东西呀、啊！不要把药酒放在裤子里。哦，子弹，哎、欸、哈，舒服。亚马逊和漫游指南、欸、
黑蟹虎之美。什么鬼啊？怎么是？哎，怎么这个？啊，头顶到这个。哎，没有东西。搜寻一波哦，等一下，要找医生呢。OK 了哈，这应该是我刚来的那一间吧。reload 一下 ，reload 一下，子弹很珍贵的。我们已经没救了，太迟。至少我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昨天晚上轮夜哨，中午时候休息休息补个眠。我在半夜半醒，听个几小时，再换地。早上七点半起来，早上早上动，这个公司人在下面出事，不知道吵什么，那有人上百，下去望向城，又是一去不回。到晚上七点不说，听到尖叫，我到西方，刚才克拉克被个黑色怪物吃掉。中午转身，我走过就再一次，怪物这把身体他是跑掉。我发现摔下去，这边经过那怪怪怪物在那边走来走去，我可是尖叫是那种不单纯，就是这样，我写的下。哦，他写了一个日记呀，大概就是这样。哎、欸，那个包包在哪边啊？下一个章节，对啊，这是下一个章节、啊。哼，二楼下面很多怪，就是一定的。哎呀，刀子在二楼电梯出去外面的椅子上 ，OK OK。二楼电梯出去外面的椅子上，好，了解了解。来了，听到声音了。哎，我刚不是说没来过了吗？对啊，来过了。哎，等等等，我出去了，对不起，老大，对，拍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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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那么惊悚，傻小。最近有进来过吗？哎、欸，靠背啊，就是刚那有怪物那间啊。这边一定有鹅吃啊，这是我印象。万用保险丝先拿走了。Oh my god！ 哇，老大，你太会跳了吧！不错不错，你妈妈不把你干掉，实在是不行。不要跟我讲这次会再生就好了。又回来了，好，存一波好了。你那快断气了，太复杂了，你们看完就可以了。他知道船上像上个世纪分子，有粘在墙壁上，里面出不来。一边用电脑玩什么，一边看直播，这是晚上一大享受啊！这个就是人生啊。没可不开啊！哎，这是我忘记关门吗？我刚忘记关门了。对，我刚好像忘记关门嘞。那现在去二楼喽。听说二楼很多怪，可我子弹就这样子而已。
对啊，我刚这边来过了嘛，哦，有那个开过了。为什么我一直在绕圈圈啊？对，哦，前面，对啊，不是这里，是直走，哦，直走到底。哎，所以保险是一定要用哎。不要跟我讲你要出来哦，你妈妈的嘞。我讲保险是带着走嘞。小小子，听说这边怪物很多哦。那要去二楼吗？哎，从另外一边锁住哎，不用看了，就是三楼了。有漏掉东西再跟我提醒一下 ，OK 啊、哦。一张摆的各位啊，这应该是没有锁，对啊，因为这样才能绕过去啊。再过个屁啊！嗯，又要看录影带了。对，我听到声音就是要看录影带了。等一下要看到怎么死是不是？哎，不是哎，小女孩在这边，她会不会飞扑啊？来 ，OK。What？ 要看什么？ Why？ 你在看 A Plus？ You need to remember， so we can be。才几岁啊？啊？好，那我等一下再看好吧，我等一下再看。我先找一下东西。这边有门哦，隐藏的门呢？我看一下。你看起来很正常啊，对啊，为什么要做一些不正常的事？哎，都没东西哦。你妈妈的，还有研究这么久。好啦，看录影带吧。重点他还在我后面呢。哦，他很老哦，是哦。Alan, you're getting worse. She must have infected me during the attack. Yeah, too far gone anyway.But it serves me right. It's my fault she got out. Yeah, it's your fault. But that doesn't mean I'm gonna let you die. Yeah, good. She didn't attack you. It's part of her inbreeding protocol. I can't believe this is happening. 明英包什么东西 ？Take. It has her tissue sample.Find her. You fix this. Okay, Evie. Where are you? There's 机关枪哎，特殊作战部门，指挥者艾伦，艾伦，还有米娅，他们是特殊作战部门啊。如果伊芙琳原本地点很可能。遭到敌对组织窃取，因此各位，那我将伊芙琳送到我们中美洲支部，等待进一步指示。运送过程中，以下的规则：要扮演伊芙琳的监护人，好，然后使用公发的基因主要点管理其健康。任务陷入无法解除危机，就地处置伊芙琳。原来如此啊！伊芙琳应该是生化武器啊。Viral.
G virus。我有机关枪哎、欸，不用看了，防御币一定要带上身了。啊，补给盒到底是干嘛的、啊？我真的无法理解补给盒，玩到现在都不晓得他要干嘛的。嗯、欸，哦，原来补给盒可以打开啊、哦！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从头到尾都没打开过它，我就一直玩到这里来。哇，真是太猛了，我真是佩服我自己。对啊，补给盒完全没有打开、欸。换一下位置，不太习惯这个位置。好，出发。哦，这是船好的时候。离他远一点好了，很奇怪的人哦。哎，我回来了，对不起。我要想要找一些宝物，应该会有些宝物可以拿。绕了一圈还是会遇到。我在想，二楼路线可以稍微记一下，因为这边是二楼。往上爬，什么往上爬？糟糕，本来想走远一点的，就 越走越近了，没有？找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到？哎、欸，有啦，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这样可以给他一个舒服了。目前来讲，应该就只能煮补血罐了，因为我补血罐不太够。哦，在这附近，等一下，我先去另外一边搜刮完，等一下再过来。稍微记一下路线，因为等一下会来二楼嘛。是什么？钥匙，要钥匙，所以应该打不开才对。一样的东西。摸一把，样品。因为除非是太隐藏了，不然其实我应该都找得到了。比如说有藏在什么那种，什么这种箱子里面，这样看不到的，不然基本上应该不会差太远。不让我过去，所以应该是这边回去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有没有心理准备了？没关系，有心理准备还是会被吓到。OK。正常的，
来来，在这边。She's vomiting. 我就这一只哦，它在呕吐哦。先捡东西啊，不要急着打、啊。你的呕吐会不会太啊 ？Damn, I'll have to reset. How's it going? She's vomiting, far more in excess of her body mass. Oh, great. We're gonna be seeing a lot more of her ugly friends if this keeps up. 哦，怪不得整艘船会这样。All right, we need to find her. 我已经失控了。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Agreed.这是他吐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他本尊呢，应该是这个意思哎。你一定要出一些怪声音吓我就对了。这可以开吗？不行。哎，所以嘞，我现在要去哪里啊？这里喽，不给开。抽屉你也给开，哎，不给开。往上爬，我刚不是才爬过来而已吗？你妈妈的，不想跟你打。肯定是不能开啊！哇，他走得还蛮快的呢。我要生子弹，你知道吗？欸，越走越远了，不是这里哦。要找到他。电梯那边吗？我不知道。哎，真的耶，好像是这里哦。哇，真的是走电梯耶。哦，你妈妈的，知道？我真的想要讲说，看起来这样安全都是骗人的。我刚才想讲说，看起来安全是骗人的，因为上面有洞啊。哎，然后嘞？reload 一下。好快啊！坐电梯还不快，还有什么会更快？储存了，完了，左上角储存了。它储存的代表等一下就是啊，有东西来了。奶奶可被妮妮吓到了。哎、欸，怎么越走越远、啊？又靠近了。不想被阴有没有？雨露一下，哇 ，My God， 不能搜索。哎、欸，有，我找到东西了，有没有？什么都找得到，我跟你讲。嗯，要喝精神感知器吗？我想一下。先不要了。那个声音弄那么大声是怎样啊？
你还会自己再生呢？哦，这我玩过 Overwatch， 准度应该 OK 了哦。先关门再说，等下忽然间来一只。哦，遥控炸弹应该有它的用处才对。好，先进来这个门好了，应该是不能开，感觉上。不是用在这里哦。这个老大，你太明显了啦！等你过来，没有，我基本上就可以等他过来。为什么？因为我才知道我等一下走哪边嘛。哦，他是走那边啊。我说你还走路还真缓慢，我已经收东西好了。你慢慢走啊，你慢慢走。等你过来。你是要走多久啦？啊，隐藏的东西啊，因为找东西比较细啊，所以我不太需要精神感知器，搞不好等一下需要是补血。有没有？我找东西比较细，还开玩笑，还要赶什么吃啊？把手动就找得到了，好不好？764我，对啊，最佳导师的那个我，其中一个示范影片就是76。我那东西还是要常练啊，那不练那准度就掉了。这个人感觉就有诡异，你知道吗？先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人有点诡异，他等下可能会飞扑什么之类的。哎，没有哎，哎，想骗我，哎。还是这个人，你 OK 吗 ？Are you right？真的很想开精神感知诶，说实在话，因为其实我已经很多罐了，你知道吗？不过总觉得自己摸就摸得出来了。这边应该是打不开啊，炸弹可以吗？不行。Ellen， I think sh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e。然后假装炸弹炸。Try to melt down the lock. You're on the bottom level, right? Check our luggage. You're surprised, huh?关门，关门呐、啊！
我一下就丢掉了。Are you mad at me, Mommy? No, Evie, I'm not mad. Wait, what did you call me?还是要走啊，各位，准备好了没有 ？I don't want to live at the lab anymore. I want a house, and I want you to be my mommy. Okay, Evie, I'll be your mommy. Just come back with me right now, okay? No， 然后他就喷出来了。Where are you, Evie？ 我要开这个锁子。哎，不是哎，哎，对呀，现在是要干嘛？他给目标在哪边？看一下，怎么越走越远啊？他是会飞是不是？我现在跑不快，现在。29 28 27 26 25，我在这边啊。Baby, wait！ 又储存了。Did you find her? Yes, but she ran off. She's making more friends, Alan. Those things are everywhere. 我怪不得很多怪。Are you okay?好吧，来吃个精神感知好了，反正我包包炸了，对不对？哇，我收的真彻底耶，完全没东西耶，太强了我，哼！真的，我收的超级彻底，完全没东西，都被我收光光了。怪不得这地方的机关枪，因为怪物很多啊。OK 啦齁，这枪法还 OK 啦齁。真的，我收的好彻底哦，完全没东西耶。哎呦，左边有，左边有，啊、靠边，那是进不去的，所以要从这边把它融掉啊，不能融哎。有东西，有东西，哎，哪边啊？我精神感知好像时间快没了。等下，现在是要做什么？还是要追击他？把它当 Overwatch 再玩就可以了，补一波，补一波。他去三楼。这电梯还真人性化哎、欸，三楼的 OK， 很血腥啊！这个电梯超血腥的。Emergency safety lockdown system has been engaged。边开边开。
我知道他一定会锤到我，所以我直接干脆给他一个舒服。对吧？他基本上一里通百里明的，刚观众也有提到了。好呀，我也是开门嘞。感知一下哦。怎么会在那个地方？赶快先捡东西，我等下精神感知没？这个地方藏得好。上爬，直接越过。我们直接用走的，走到三楼。耍我。不是下去，好像我最近一福林，可是我基本上蹲回了，这设计不错，就不用让我再走一次冤枉路。对了，紧急关闭装置。那我现在能去哪里啊？我真的不晓得我可以去哪里。谁的啊？在右后方啊，看到位置应该在这里啊。在这边，他在这里耶。又不是啊。这样里面还有东西吗？应该不会有了吧？可以再拖开一次吗？不行，有点天才的想法哈。所以要来这边呢。Alan 不接电话了。Alan， where the hell are you？ 小一在楼上哦。最好是你被人家拖着走，还可以写字写在这边，那么厉害。我马上在小一的楼上。电梯会不会好了？不行啊，只能蹲下来。所以要再跑一次咯。刚汤有一个地方可以拢的箱子，
钢汤哦，钢汤是哪里啊？这里吧。哦、我现在鬼形功用炸弹的、啊，我要自杀炸弹客，六个炸弹哎、欸。不能开啊！该出来了吧？应该可以触发剧情了吧？哎、欸，我刚没有走这里哦，好笑哎！我没有走这里，我刚从这边又绕回来、欸，没有看到这里有东西，有位置。东西就收一收，刮一刮。录影带可以再看一次，有没有？然后一直看，一直看，有没有？无限回圈。哎、欸，我看到那个谁啊？哎、欸，你是在创啊？好了，等一下了，我先收刮一下。有啊。如果是妹子就冲过去是这样吗？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要一视同仁。How did you get here? Where's Evie? She's out of control. Without the treatments, she's deteriorating. Well, it's a good thing we're already dying. Don't say that. She trusts you.That little bitch, she never trusts. Okay, wait. Evie, no, Evie. Ellen, listen. I didn't mean to call you that. She's Evie, trying to take control. You have to fight her. 那就是他了，就是他了。Evelyn, stop. Stop right now. Don't touch me, don't.有什么要看他脚的？我要看他人啊！啊！我拿那么多子弹，这样就结束了。啊！我有可以大战的嘞。人家鹅鹅叫一下，过十二点不能这样乱叫啊，对不对？不晓得人就以为我们在看，这不是恐怖的游戏吗？怎么会误会了？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话？对，这是恐怖游戏，你们没看错，对，这是恐怖游戏。怎么、啊、什么？一点都不恐怖、啊。怎么了？为什么手要放在上面？哦，他把自己录下来了。
I did lie to you. I shouldn't have. All I can say is that if you get this, 一直啊叫，一直放警报。Stay away. Away. Forget that you ever knew me. Have a good life.好感人哦！其实人都会这样啊，真的。在最后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你身边的那个人讲一些话。被我玩的像搞笑游戏，剧情到这边你就会懂了，就是对，有一个前因后果啊。还没出来，这边紧张。哎、欸，这边是什么？这边要小心。We'll be together forever. Together forever. 哇，这么厉害！PK 了 ，PK 了，哇，这么强哦！You die， 然后就没了，不会吧？哇，死也死的这么美，就对了。温馨游戏，有点催泪的，我、回来的，万磁王，对，有点像万磁王的感觉。哎、欸，为什么都黑黑的？哎、欸，为什么黑黑的？哦。Now do you remember? Yes. Yes, Evelyn, I remember. I remember. Could we be a family like before? Yes.Yes. We can't be a family. 你要讲 yes， 不然你会死掉。We will never a family. We will never be a family. Then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啊！我吓到了。啊！我吓到了。千万不要再看一次啊！哎，等下记录一下，记录一下。收挂的武器会转移，是不是？没有啊、欸，没有在这里、欸，应该转移给男生吧，应该是。他、所以、欸，啊，所以现在这个一定可以过去。对嘛？哎、有东西，有东西。嘿、没有小刀，我很想拿小刀。哎、这边怎么会有个通道？电梯的上面哦。哦，这个妙了。那我来猜猜看看这个门是不是打不开。我看。一行记可什么毁任何什么生物木什么井哦什么。他还能够这样断句，真是厉害了。上个厕所，等我一下。
哦，跟各位解释一下，这应该是一型药剂，可摧毁任何一型生化武器。目的就是那个单细胞生物要将它置于死地。哦，仅可使用置放于那个一型生物。哦，使用前哦必须详阅说明书。然后如果要前往破坏说明书，必须要将那个单细胞的生物，对不对？放入破坏剂的容器当中。哦，大概是这样。哎，啊，翻译的有点怪怪的啊，差不多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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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等下，那到底要先去哪里啊？这样搞得我不晓得要先走哪边呢？现在走这边好了，感觉这边可以说话。我听到怪怪的声音。没有那个啊，怎么开？对啊。小心你要给我小钥匙哎。对啊，开锁工具开一次就坏了，应该可以一直开才对啊。没有开锁工具不能开，逻辑，然后翻译的一点逻辑都没有。狙击枪变小姐，但是发现好没安全感，对啊，看起来很没安全感，但变成好小一把。OK 啦，收刮完了，那我们可以出发了。再出发，再出发，你是我的小飞侠。嗯。为什么要横着走的？因为我刚在喝水啊，所以我可以用一只手玩游戏啊，大概是这样。瞬移波波是异形破坏机是不是？了解了解。那翻译的问题啊，翻译的问题啊，对啊，你也知道嘛，那个语言这个东西有时候翻译起来并不是那么一模一样嘛。你可能讲异形破坏剂，我可能讲异形毁灭剂啊，啊，对嘛。东西给收刮，还有东西 ，open the door。哎，呼呼叫。真的，遥控炸弹又拿遥控炸弹，我怎么一直拿遥控炸弹呢？都没有机会用啊！我现在这个在下面的根本看不到，这种我就不一定收得到了。给火药，哦，有，哎，我子弹怎么变48了？啊，机关枪用的子弹，不是啊？你给我机关枪用子弹，你没有给我机关枪，这个还蛮有笑点的，说实在话。吃一波，果然，哎，为什么在离我那么远的地方啊？
因为我很多那个精神刺激剂，所以就不用秘籍了。这样，吃了就要赶快跑啊，因为效果不知道多久。靠，在那么远的地方，我怎么拿？赶快去找，赶快去找，在这里，在这里，古钱币，啊、不是哎、欸，是小。小猴，赶快，赶快，赶快！还有时间呢，赶快，赶快！哎、欸，这要干嘛？哎、欸，那边两个宝物哎、欸！靠，这不跳一波怎么行呢？哎、欸，然后呢？哦，炸弹！靠腰，这边两个东西在那边啊！糟糕，我跳错地方了。快啊！他那个都没有出现那个精神感知器使用时间，我根本就不是精神刺激剂啊！有送一把机关枪在那边。四楼船长室哦，好了解，要钥匙，所以我要先找钥匙嘛。妈呀！绕了一大圈就回来了。啊！你不要一直在那晃哎！看我看得到吃不到啊，好讨厌哦！再跑一波，再跑一波。哎、欸，这边走过了。这边没东西耶、欸。哦、可是钥匙要去哪边伸啊？对啊，钥匙要去哪边伸呢、啊？有人知道吗？变炸弹超人了。我那个精神刺激剂的时间应该已经过了。如果知道的观众再跟我讲一下哦，我先摸一摸摸索一下。啊，记得哦，你们跟我讲话，二十秒后才看得到。刀在二楼电梯前，对对，不要剧透，说东西在哪边就可以了，就不要说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之类这样。不然有些观众等一下大家会为这个吵架，不要不要不要，就不用跟我讲剧情了。但是如果哪边东西去哪边拿，那个可以告诉我，因为这样可以省大家很多时间，也可以省百姓很多时间。哎、欸，靠腰嘞，我这样一直顶东西。啊，扳手扳手扳手，应该是转这里了。哦、OK OK， 我下去咯，跳咯，跳，看到保险丝哦，缆绳，保险丝，往上爬，这什么？哦，有小刀了，太好了，太好了。二楼某个要腐蚀翼的房间里有船长钥匙，腐蚀翼我用掉了、欸，怎么办？再去升一个好了。哎、欸，可以在地上放遥控炸弹哦。哦，我懂了，应该是用遥控炸弹炸它，因为站在那边不动啊，点点。我先收一波哦，防御币可以拿了。哎，补给盒哎，好水哦。哎哎，重复了吗？
腐蚀药剂，有腐蚀药剂。腐蚀药剂二楼，好了解。这不是一样东西吗？手枪子弹 ，OK OK。我认为那只怪应该是要用炸的啦，我是这么想，我不确定。用一楼那个保险丝哦，不确定哎，因为一楼保险丝他那个，你妈那家伙怎么不见了？那从天空掉下来会不会？天啊，这个刀子的位置不对，枪的位置也不对。等下妈，我打怪物直接手榴弹就给他丢出去。终于解开了这个锁了。等一下，我没来过这里吗？怎么变不一样的地方？有点错乱。关门。打不开。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用炸弹炸？是吗？感觉不像哎。如果是的话，跟我讲个是好不好？刚刚是录音带了，我错乱了，应该是错乱。如果这是用炸的，跟我讲是；如果不是就对，跟我讲，再跟我讲说这个是去哪里的。什么？机关。哎呀，应该是把它转正就对了吧。这么哪知道哪个是正的、啊？不是哦，好像没乱丢炸弹。哦，我懂了，这个图要对这个图，这个图要对这个图，所以红色在下面，然后这个是这样 ，OK，Let's、okay? try，Good job。我想问一下，保险箱放个腐蚀药剂干什么啊？这东西有没有人会偷啊？操！那因为腐蚀药剂有人会偷，放保险箱特别太天才了吧？放你保险箱的密码还有机关呢、欸？撤！关门，拜拜。哦，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呢、啊。这边不是。又回来又记录一波了哦。偶尔找某个房间就可以看到钥匙了，好 ，OK OK。但你怎么办？我开的机关枪，你就舒服啊！我跟你讲。先跑，我比较好瞄。这怪物比较笨欸，这怪物比较笨欸。头摆正对，应该是因为我现在火力比较弱吧，所以他给我一只比较 弱的怪物，我在想应该是这样。这款游戏子弹会用得很凶吗？
欸，我用的很省，应该真的，你们看我用子弹，我用子弹超省的。跟玩游戏的敏锐度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吧？对啊，还好还好，我相信应该有人用的比我还省。就是我会尽量省子弹的，我不会乱射一通的。这个长的会不会太那个啦？那个化学药剂会不会藏的太诡异的角度了？你用抽屉来啊啊！用抽屉来掩人耳目啊！哦 ，yes， 这什么？哦 ，yes， 啊！等一下，各位知道该怎么做了。先说话一波，你妈妈的嘞！再来，把门关起来，靠边，关不起来，关门。我出去看他还在不在？还在。哎，没画到哈，拍谁啊？技术不是很好啊。Come on, come on！ 快跑！嘿，没有没有，我就知道他干什么了。三枪哦，三枪牌哦 ，Sunflower， 哎，绝对不是制度性行销，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那个董事长，对，我没有不认识，不认识。这样有很明显吗？应该不会啦、哦。是隔壁是不是啊？好像是隔壁也没错。哎、欸，这是什么？拉昆斯噩梦在16年后，幸存者仍然活在痛苦。拉昆斯到底发生什么事？哎、欸，我靠！化学液体放在里面，太可怕了吧？爆炸、欸！哎，我看一下，我现在身上已经有点满哦。可以组合的有什么？我看一下。可以用毒气弹呢，有点爆包了、欸，怎么办？一定要收啊，一定要收啊！什么声音啊？嗯？哎、欸，可以开了、哦，欸神奇宝贝了，等一下我先去那个把我包东西放一下，我把包包炸掉了。好，当我没来过，当我没来过，欸、有点迷路啊，忘记我的房间在哪边了。哎、欸，不是这里啊，老大，我走错了，你也跟着我走错，不要跟着我。是这间吗？是这间吗？哎、欸，是啊，终于找到自己房间。哎、欸，家己房间就找无，你们在冲啊？哎呀，大的应该是不用了，我这个技术应该是小的就好了。机关枪子弹应该要，然后这火药目前没有那个不能用。我试一下可不可以换强力子，要换强力子弹嘛？身上没东西是可以试试看，我合一点强力子弹出来了。对啊，可以换吗？欸、可以，可以换强力子弹，可以。虽然这把小枪看起来不起眼的，可以换强力子弹。古钱币收进去，这组织样本现在用不到吧？啊、不行哎、欸，等一下用得到，这个先收，这应该随时都会用到。啊、我还火药，再煮一个火药了。OK 了哈 ，OK。
要看到几点不一定，我通常都玩到一个段落，它会有一段一段的，不然一天打两只 BOSS 也是蛮怪的啦，说实在话。我们先上去找船长了。直接爬上去会比较快。开这房间有点尴尬，对不对？有点尴尬。我们听到怪怪的声音啊！哎，船长那边是四楼，你走错了啦。再上去，再上去，再爬一次。就不用电梯了，自己爬就好。早安，睡得好饱。还有是爆米花的。不会啊，大概你表弟都能发现程度的。做好袜子。那些怪都不是怪百姓的对手，不是自入性行销，就是插入性行销，有这种东西啊？我有点爬过头的概念就对了。船长等我，船长等我，我来拿你的啊，狙击枪了哈，一波七的枪啊！等我。我好兴奋啊！我好兴奋啊！我刚才枪在那边有没有？啊，舒服啊！你以为我没听到吗？来直接逃！啊！我狙击枪，我跟你讲哦啊！等下给你一波狙啊！好了，开门对决一下。OK 了，我们狙击枪了。等下，现在去哪里啊？修复电梯，找电线，先用腐蚀药剂开门。啊，开哪一楼的门？有人知道吗？对，好像有腐蚀药剂，又有炸弹的，我连狙击枪都有了。下不去，这地方下不去。哼，有了狙击枪，整个人都硬了，有没有？哦吼，啊，挑光没事。哼，准备好了吗，孩子？是船长，我看。对啊，那个保险丝在哪一楼啊？有了枪就大声起来了。这可以开吗？有没有腐蚀药剂给它腐蚀下去？有没有？对啊，还是没找到那个小锁，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很期待，有没有？浪费一发子弹，这算 bug 吗？我子弹超神的，浪费那一发我都不太想要。因为子弹有限啊，主要是这个原因啊。嗯，没亏的，那没亏的。哼，硬硬的。哇，这风景还真是啊，宜人哈。这不是船吗？为什么感觉像是一个化学工厂啊？他是不是布景我不小心弄错了？还有没有东西可以说话？准备来了哦！现在做给我现在的准备一下，要点心理准备。好像刚好整理一波哦。莫名其妙，没有人都出现怪怪声音是怎样？来，
等他出来，结果等他从头上出来，这个就妙了。给他一波狙击枪好不好？哎、欸，他那里真的从头上出来，我赶快先拿东西好了。舒服啊！OK 啦，这准度应该 OK 啦齁，应该是及格吧，应该 OK 啦齁。哎，来抓抓抓，我别乱抓嘞，走错片场了。哼 ，OK 啦齁，我就想我上上哦。我要从上面下来，我真的，我最后就觉得很刺激耶，因为你一定会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嘛，你懂吗？找一个像这种角落，你知道吗？这样你比较安全嘛。然后从天上掉下来，哇，这个就刺激了。游戏公司听到我讲这句话，我们下次就改了。怎么有遥控炸弹？哇，身上现在一堆炸弹嘞，我是自杀炸弹客哎。哎、欸，不能开哎、欸！对啊，那边乱吐口水，射满脸。他这边有抽屉没东西可以拿是怎样？我怎么搞不太懂？不太懂那个逻辑。又来，而且要出出狗声。找保险师，保险师有人知道在哪边吗？对啊，只跟我讲一个寻找保险师是怎样。我只能说我等一下把这个电线拿去用啊，然后看会不会出现保险师之类的这样。有没有插电线进去用啊？乱来，小刀可以吗？哼，不行。没有火药哎、欸，一楼 是不是？好，我等下去一楼看看。哎呀，这足球这种啊，对啊，现在缺保险丝啊，往下爬，先说一楼嘛。哎、欸，一楼。我好像没来过哎、欸，哎、欸、有啊，一开始啊，声音出来了，可是你要来啊，往一个方向走就好，因为这样你比较好瞄怪物。没看到哟，哎、欸，你没铺好哦。没铺好、哦，这样都看得到。玩那个射击那个 FPS 游戏久了，有没有？很远就要看到敌人了，有没有？他呢？这边会一直升呢，不要浪费子弹。相信我，那个不要浪费子弹。关门。
复杂百姓计划失败。哦，终于有包包了 ，yes。哦，这刚刚我生给的 new 力力在哦，看到大包包，超级兴奋。哇，越来越多腐蚀药剂。哇，我现在真的是超级炸弹客，我现在几颗炸弹，身上九颗炸弹哎，是要把这整艘船炸掉哦，这个概念应该是这样哦。有没有观众说他表弟？大概我搜寻的这个程度，他表弟就 OK 了。哎，代表你表弟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高手，哦，应该是这样。哎，我是说你表弟啊。哎，草，这个草那么明显没看到。因为最明显的地方就没看到。就反而不明显的地方一直找这样。我记得这边会生一只怪出来，在我后面。这应该是不能走，不要走这边。哦，保险是要拿这个啦，把这个保险拿回去用啦。你说保险是在哪边？结果大家都没想到，保险是就再拿回去就用就好了。你们往上爬、啊，不好意思哦，我要上去喽。你叫那么大声，是要吓死谁呀？哎嘿，一个保险是两个地方用，多方便！呜 ，yes！ 哎，这怎么没？靠背啊，这个提示在这边我都已经修好了，真是好笑，真是啊！保险师哦，原来这边有提示啊！哦，原来如此啊！然后呢？然后我们找到才看到提示，是不是？真是蠢！哎，可以随时去哪一楼都可以的，是不是？那你现在要去几楼？医生，哎，有人知道医生在几楼吗？现在就可以随时随地讲，叮叮叮。周瑜和火爱哦，我个人当然是，如果你都练满的，当然是火爱比较好。哎，我现在可以随处走喽。哦，电梯我可以随处开咯，这边来过了齁。医生你在四楼吗？我们从四楼，我跟你讲，这种就是属于一个叫做地毯式搜索的概念，就是你一楼一楼一楼找，你知道吗？医生 ，Doctor， Where are you？ 六里家不 ？Doctor， 有人知道医生在几楼吗？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一下，没关系。这样我就不用一楼一楼找了。地毯式搜索就是43210这样一楼一楼找。哎，四楼看起来是没有。好，我们去。哎，叮叮，耶，舒服。怎么觉得这次比较暗了一点点？二楼是不是？哎，观众说二楼，我们先从二楼找好了。我听到很多声音啊！我怎么听到很多声音的声音？这关门是要惊死人哦！关个大声要怎啊？等一下，你看这女生，噔噔噔，她滑步哎，哦，厉害厉害厉害，哦，优秀优秀优秀。
啊，是 S 2不是二楼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先去二楼的。因为刚看他滑步，我忍不住想看一下，他滑步还蛮厉害的。S 2是。等下是这样，从这边来是。He's waiting. Waiting. 要 PK 了是吧？我喜欢，来吧。要打 BOSS 了。看到影子，可是没看到人。哦，他不是人了，对不起。有人来来，跑跑跑跑跑！跑！哎、欸，他会跑，我也会跑啊，开玩笑。你头痛是不是？哎、欸，你会防御耶，哇哦，哎、欸、哎、欸，你醉拳呢？防御耶，不错不错不错。最后一枪，靠空炮一枪，那个熊浪费我一颗子弹。怎么又有了感觉啊？就是要善用阴影的效果，你知道吗？影子啊，你知道吗？你们明明就很紧张，还在搜刮，有没有？这是一个游戏人该做的事啊！音效很大声，可是没看到怪物。哦，这个记者，你要把它打开，你就知道哦，这个地方你搜刮过了。这边是不是都搜刮过了？我在这么紧张的时刻还慢慢搜刮。我确定上面不会飞下来了哈。妈呀！强力子弹哦！有没有？他刚刚那个动作，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他刚刚在干嘛？他是要喷的时候我就饿啊，我就要喷的时候我就饿啊，要喷的时候我就饿啊。所以他就是有一副他想要冲过来，但是又冲不过来的概念，哎、欸，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啊，知道我没子弹 ，OK OK， 这样 OK。哇，好多炸弹，我简直是超级自杀炸弹客。什么声音啊？换正常子弹预露一下，小怪了。这枪是要加强，是不是？你是说准度，还是说这把枪可以加强威力？不是，你懂啊？你害怕的时候手会抖啊？这个是有原因的，会抖啊！你看，然后呢，会抖啊。当然我没有害怕啦，我是说怪物害怕他会抖啊，你误会了。哎、欸，他害怕的时候他抖，我就射不准啊。哎呀，他会怕我啊！没错没错，怪物怕我啊！真的啦，怪物怕我啊！那你画面为什么要抖？啊、没有，就是那个尿完要抖一下，因为刚刚尿完嘛，不是手。可以玩炸弹鼠是吧 ？OK， 应该是都没东西了啊。会不会在这种很明显的地方啊？应该是没有了啊。变态男童、哦，我不知道哎、欸。不是你问这个就会剧透了，所以应该是观众也不会回答你。站起来。这个比较那个，要换大颗的，这比较强一点，所以要换大颗的。
这比较这个血比较厚，这我知道。他手有那个有没有？哎、欸，这个要换大颗，不然浪费我的子弹。小只的就用小颗的就好。又是那只乱喷的那只。好，我们给他一个炸弹好不好？我玩一下，我没玩过炸弹，我想玩一下。看嘛看嘛，把他引过来，把他引过来。没玩过，想要玩一下嘛？这人总是好奇心嘛。哎呦，赶快跑，赶快跑！这样才能生子弹嘛。大家一定很好奇嘛，想要看一下那个炸下去什么效果。来来，我想看一下炸下去什么效果。Fire！ 哎，还不错哎，哎，还没死啊！你妈妈的，还真硬啊！再一颗。再一次，再一次，我们再一次，还不错，还不错。炸弹鼠那个、啊、左先生啊，左左啊，哦，那我、哦、好朋友啊，完了，哦耶，有没有？炸弹鼠，我是看他，我就会玩啊，学他玩的，学他玩的，我、哦、悟性不错吧？开玩笑，台湾第一炸弹鼠哎、欸，啊，哎，good friend 呢、欸，我跟你讲 ，good friend。切不到，因为那个胖子一定会很浪费子弹，所以一定用炸弹，比较省子弹。哎、啊，你会起来吗？人家死了你还骗死？哎、欸，那个炸弹还不错玩呢、欸。要子弹，要、哦、炸弹可以这样玩。对啊，你为什么要叫？你可以解释一下吗？啊，不能说因为观众想听你就啊。不要出一些怪声音，好吧？哎、欸，他手受伤了、欸。哦，五千币，这个好，这个好，我喜欢。米娅，不要一直叫了，不要一直叫了，过十二点了，不要一直叫了。哦，储存了，储存了。这地方应该可以那个储存一下东西吧？哎、欸，不是哎、欸，节目效果的啊、哦，累了 ，OK OK。哦，遥控炸弹，好多颗哦，哇操，靠，我真的是炸弹颗。米娅，不要乱叫啦。PK 咯，来吧。什么事？你说。就这样。为什么知道你想听米娅讲？我没有说。哎、欸。Ethan。医生呢？Ethan. Hey, shh. I know. I'm not gonna hurt you. Hell, I never would have if I could have helped you. What do you mean? I'm no killer, son. Neither is Marguerite, nor my boy Lucas. 哦，他们被控制啊，应该是这样的。Ethan and Zoe here. That girl Evelyn. She did this. What the hell is she? Now, what did she do to you?She infected us with her gift. That's what she calls it. I found her near a busted out tank in the bayou. Everything changed after that. So she infects you and then she takes control? No. Not exactly, son. She just... She forces her way into your mind.Your soul. You can't fight back. You are connected to her, and you can't resist the urge to. Oh, you're a different person after that. Just like me.
So Mia sent me that message because of Evelyn. Listen, the girl just wants a family of her own. 他这边为什么要看窗外这样？ All right, you find her, you stop her. 柔一在那边装无辜这样。Free my family. Please. OK, 好吧，看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OK。不是十二点，是凌晨两点。Stay away from him. Stay away. Why? He doesn't love you. I can make him love you. Don't hurt her. Silly, I told you、don't、I'm not gonna hurt her. Don't you dare. So what? You're not my mommy. Remember?对嘛，救女朋友就对了，你看女朋友来救你，你知道吗？你看，多感人。Mia, how? There's no time. You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and find her. Here, take this. What? Wait,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Saving your life. Calm. You need to go.I won't be able to resist for much longer. No. No. Now look at that little bitch. No. No. Mia! No! 操！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么感伤的一幕呢？嗯？完全没装备，这有意思。Okay, you little bitch. Where the fuck are you? Little bitch. I hear a strange noise.什么都是你的错、啊，刚刚在那边看到了，在那边看到了，哦，这里啊 ，It's all your fault。靠，我刚刚好多炸弹，好多子弹全部都没有用，你看我子弹弄得多省、啊。嗯、啊，要跳下去的意思，对不对？看片突然被上了马赛克一样的心情。这一定要蹲过去的。好多死鱼哦！有生气 ，Help me！ 这就是人性啊，跟着鱼在那边游泳，这鱼应该难吃才对。等下，代表这边应该有东西可以搜索。等下会不会水里面有东西啊？应该是不会吧。啊，水里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鱼罐喷出来之类的。我现在还在摸，越弄越深呢、欸。哎、欸，这看起来是要像从左边，因为我故意不走那边，看起来是要从下面这样过去，他不让你上去，他从下面爬过去的感觉。
就是不让你走那里就对了。他妈，等一下会喷东西出来。我们从箱子拿回就可以了。有没有像那个声音？破人的声音。派特森矿坑发生坍方意外，图克和贝克佛德死了，赫胥黎也再也无法自己走路。奥斯丹说：“对，这里的地层不太稳定，公司不再送任何替补人员，上面反而是要我们做双倍的工，我等不及回故乡了。”刚不是有那嘎嘎嘎嘎的声音？哦，在这边啊。啊，六月，过一届，我就是听到他声音，不能打他，我去拿武器好了。你妈妈的嘞，一直掉下去，医生很衰透了。米娅怎么了？感觉为了阻止他牺牲自己啊？对啊，我看起来是这样。这什么东西？他们在人家直接上看着我们吗？这照片弄得不是很好看。无线电，等一下再用无线电。有箱子哎，等一下这是什么？我看一下，镇定剂。因为另外两个我拿走啦，再偷五个，我是不是有五个啦？五钱币，我还有五钱币，我有几个五钱币？如果有五格的话，我找的还算蛮齐的，我觉得是这样啊。两个没有找齐，对不起。先拿你的，我想一下啊、哦，变成刺激器先放回去。毒蝎补给盒啦，这个补给盒都没给他开，一开始就可以开了，我都完全没开，玩到这里都没给他开，你知道吗？哼，这有意思这个。整理一下东西哦，榴弹发射器应该先不用 ，BOSS 战再来打。急救药物放三罐在身上。你看我子弹算多了吧？好多东西哦。小刀，M19手枪，M21散弹枪，散弹枪子弹，应该不用散弹枪了。我现在应该都比较需要的是那个机关枪才对。我还有麦格农，麦格农可以拿，我好多武器哦，我。普通小型手枪，这把不用了。要用炸弹炸大只的时候可以用。求生小刀应该比较好用吧。折叠刀看起来比较弱。没有求生小刀看起来比较弱啊，随便啦、啊，刀子只是拿来切东西而已。哇，机关枪子弹好少哦，怎么少啊？哇，好吧，那我们还是拿 M21 散弹枪啊。那子弹有点少的感觉。对哦，散弹枪子弹很多哎。先捋肉一波。我选了一个好结局，是不是？米娅，怎么一直叫人家米娅？那发音不一样是不是？我，可是他就是念米娅，不是吗？我这是好结局是不是？好，你先不要跟我讲结局的内容就好，是好的 OK 啦，是好的 OK。看一下我这个急救药剂也有，古钱币还不够，
先这样吧，先去把那个人头把它砍一砍。砍不到，哎、欸，真聪明。哎、欸，我刚刚强化子弹，靠北啊！算了算了算了。遥控炸弹要不要带一波？有没有？因为它只要一格啊，杀一些怪应该蛮好用的。麦格龙可以，麦格龙打 BOSS 再用啊。先，还外炸弹呢、欸？哇，这东西好多、哦。炸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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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哇，那炸弹它可以无限放啊，我觉得蛮舒服的。先储存一波。哦，那是米亚是不是？米亚是不是 ？Alpha One, Bravo One, do you read? This is Alpha One. Report. Did you find anything? A thorough search of the Baker property revealed zero survivors. Repeat, zero survivors. We did find evidence of a skirmish.Evelyn? Negative. However, we did find several encrypted messages from the Baker's son, Lucas, to an unknown third party. You can probably guess who that was. That's just great. We've had reports he's in the abandoned mine south of the property. I'm gonna go have a look. Roger that. We'll meet you at those coordinates. If you encounter Evelyn, orders are shoot to kill. Repeat, shoot to kill. Shoot and kill.尽量带强力一些的，是不是？这样带这样应该算，这样会很弱吗？应该算强力的吧。不是最强的啦，最强我连都打破时再用就好了。散弹枪子弹还有吗？有啊有啊。哎、欸，手枪子弹刚没带、欸。这是强化手枪，这是手枪，强化手枪、手枪、散弹、炸弹，炸弹应该够力吧？好，先这样就好。狙击枪不带吗？狙击枪不晓得、欸，因为我的技术应该是不需要带狙击枪才对啊。对啊，太需要啊，我超省的。省着点用哦，搜索一波哦，忙哎，秘籍又来了，秘籍又来了，各位等我一下，我用秘籍。哦，先用秘籍搜一波哦。哦，马上地上就有了，有意思。这边有没有？没有，哼，这是木干的、欸，他就在我旁边，完全没看到。太明显了，反而不会注意到。我先出去搜一波啊。哦，这边，啊，这里是哪里？这边，还有嘞。不好意思哦，现在省时间哦。哎、欸，reload，这有意思。哎、欸、，reload，这有艺术啊。赶快，我是精神刺激剂，有实现的。记一下位置，记一下位置，记一下位置。好，观众可以帮我记一下，没关系。OK， 我只是来找一下那个东西放哪边的。我来找东西的，你是要干嘛啦？哦，这样大概知道，大概知道。
好像不太需要精神刺激剂，好像不太需要哎。对啊，看起来好像不太需要哎。炸弹不好用是不是？可乐说炸弹不好用哎，那我把炸弹拿来换掉了。炸弹应该是要炸那个胖子之类的啊，对吧？可是我觉得他可以剩很多子弹哎，打胖子只要两发就好了。帮我狙击枪也带着好了，狙击枪。可是空间好像不太够哎，先出去收一波再说，这样好不好？刚这边已经收过了哈，哎，完全忘记了，我刚才出来而已，马上就忘了。在哪边？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是不是也有？有点忘了。哎、欸，你同伴看到我，你都没看到我，还要听到声音哦。有意思，有意思。我觉得这边有嘛？哦，草是不是？先收一波哦，还有哪里啊？我记得还有很多地方哎、欸。没了吗？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我为什么现在敢这样射？因为我们要打伊芙琳了，所以我基本上我子弹我应该是留超级多的，我真的是留超级多子弹的。桌子角落的子弹没拿，漂亮漂亮，回去拿。因为我反正我要回去存档。桶子上面是不是，我看一下。桶子上面我漏掉了。他在外面跑起来特别快，说实在话，这边应该没有，用完精神感知剂没有，所以用精神感知剂就是用精神刺激剂啊，就是像我这样用啊，懂吗？如果第一次来的观众可以参考一下，这是个技巧。哎、欸，就我们玩单机游戏。这个基本上一些老玩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因为现在线上游戏太多了，所以很多人不晓得这个秘技啊。我给大家参考一下，给大家参考一下。对啊，那个麦格龙我刚没捡嘛。对啊，忘记了，这个忘记了。哎，不是，是机关枪哎，不是麦格龙哎。哎呀，我要做什么东西啊？哎、欸，我先问一下观众好了，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啊？打字问你们比较快。打字问你们比较快。打字毒气弹好用吗？哎、欸，这个个人没用哦，你觉得不好用就对，因为我想要做一颗来玩的、啊，没有做过、啊，你懂我意思吧？不然我做一颗就好了，毒气弹做一颗就好。不好，因为观众说不好用嘛，我来做来做实验，我没看过那效果啊。你要有勇于摸索的那种，懂我意思吗？要去摸索一下，有些游戏是这样的，你不摸一下，你怎么知道它是干嘛的？又有一个补给盒，哎，我补给盒都忘记开呢，哦，哎，
精神刺激剂有分那个、哦，又有个补给盒了，我怎么都补给盒都没开啊？是开过还是没开啊？还好，没用过，问问看纳税，个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没看人用过。最近看别的失控比较少用，倒是镜子炸弹非常好用，一次可以杀很多只。就是它，它可以生子弹呐、啊，它机动性比较差，你要等怪物过来之类的。我看起来就是这样啊，手枪。我觉得散弹枪很好用，这倒是真的。因为以我的准度，散弹枪一定是舒服的。那我做一个就好。哎，等一下，营养品哎，等一下我有没有营养品啊？这好笑，拿错了，拿到固态燃料了。有营养品，我做一个来试试看。因为大家说不好用嘛，我做一个试试看就好，不要浪费。我一次两颗哦，好 ，OK。等一下再来那个，那补给盒是不是已经开过了？看起来好像开过哎，我可以再丢垃圾桶了吧？不能丢哎。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是秘技有没有？在这边用那个，看可不可以直接从这边丢？可以哎，可以从这边丢哎，又发现一个秘技哎。我没用过毒气弹啊，可以组合的东西就是几个、哦，燃烧那个应该就只有对蜘蛛牛用而已，因为它打复数的，打一只的话威力应该很弱。我现在先不用组东西，因为我东西够多，所以就先不急着组，然后。把这个炸弹收起来哦。我想想看，炸弹不晓得，我觉得炸弹就是可以省子弹很多哎，因为我好多炸弹哦，而且它只有一格啦，优点是只有一格啦，我看中的是这一点啦，又不用带一大堆东西啊，因为包包空间一下就被拿掉了。散弹枪我子弹超多的，所以我可以一发一发慢慢玩。然后强效化学药剂还蛮多的，我可以做个强力的子弹。哦，我真是超多装备，你有没有觉得我超会省的？省钱一哥就是我了。储存一波哈，哎呀，强化子弹。麦格农怎么会有那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都把它放进去。这个应该是伊芙琳，应该暂时用不到吧？哎，不行哎，一定要占一格哎。那古钱币那个防御硬币拿一下。什么东西都已经储存好了，然后整理过了，我们现在就直接再出去一波了。空间魔术师是你，对啊，我玩游戏其实我可以玩的蛮极端的，说实在话，就你东西的都省到了，都打破台，身上一大堆装备都没用掉，因为我不会乱扫乱射这样。打肥仔可以延迟他的动作哦，啊，那毒气弹好像还好哎，我只是想试一下效果而已啊，没试过，我看一下他射出去会变怎样。烧一弹，对，烧一弹我蛮多颗，烧一弹很强，超级强的，我做好几颗了。因为拿来打 BOSS 应该绰绰有余啊。
激了，吃鸡了。搜索一波啊！哦，储存了，储存了，储存了，来个强化的。OK 啦哦，家有没有神痕神子弹？命中率50%，刚刚，哎，两发嘛，有一发没中啊。对啊，我们不能拿这个啊，就算我不是出家人，也不能打狂。哎呦喂！哎呦喂啊！哎呦喂啊！我想说给开关呢，我不敢崩回来，你知道？哦，这个普通子弹在这边就很好用了，现在。哦，现在开始，小心有机关了啊！因为我普通子弹的量还 OK， 所以拿来射还 OK 啊。就普通子弹拿来射这个啦，大子弹拿来射那个。以防万一哦，燃料，来，应该是从那边来，我猜的。哎，这边也有哎，靠北两边都会。你妈妈个熊啊，舒服。还有吗？那就一起来吧。我靠，老大，你刚没死啊？你比你老大还硬啊！这把reload虽然说很慢，可是以我的准度 OK 的 ，OK 的。哎呦喂，我操啊！差点撞到，差一点点而已，差一点点我就撞到了。对啊，这是普通子弹吗？差一点点呢、欸。差大概2毫米啦，那、这一副就是等下要来这边弄东西的意思，是不是？好吧，反正现在不能干嘛，现在都用强力子弹哦，我都瞄头，我是有瞄头啊，只是他害怕，他会抖啊。后面很多怪可以直接冲过去，是眼力好的，有玩过 Overwatch 应该是 OK 了啊、我看一下啊、哇操，这个看这怎么走啊？这么地图啊？哎呦，这边是死路，死路就可以探索一波了。哎、有没有？死路就可以探索一波了。哎、不用带就有炸弹了，太舒服了。现在几颗十五颗炸弹有个好处啦，它有好处就是省空间啦。我会带炸弹主要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东西凑在一起你没办法那个，你知道吗？我直接冲过去是不是？好，了解了解。刚有人告诉我直接冲过去。不行，我想杀他们呢、我射他屁屁了，应该很痛。哎、炮枪！哎、他晕了！我让你醒一下！为什么我要射嘞？基本上我是想要探索一下。哎，顺便展示一下啊，看看这个准度子吧，如何？大概90%啊，还 OK 啦 ，OK 啦。哎，妈，死路啊！好在我刚好杀他们，不然我肯定已经喷血。因为杀了我，比较可以稳的去做探索的动作啊。啊，早知道我刚刚就推过去，他一波就带走了吧，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对，我就说我真的是第一次玩。早知道我刚刚就推一波，应该就全死了。三七歪肉有讲啊，可是我刚刚没因为我在玩，没有注意到。
对啊，那龙还应该舒服啊嘞。哎、欸，还好啦，大概一枪一个应该 OK 啦哈。好、哦，又在储存了，又在储存了。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哦，这种探索的程度大概就像某位观众他表弟一样，我忘记是谁了。哎、欸，对，想必他表弟应该是个高手啊。啊，对啊，我是说他表弟，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对。到底在包别人还是包自己、啊？应该不会，这个是炸弹吧？我刚刚已经射那么多个，如果这个还是炸弹，我真的被真的是有趣。对啊，这个如果炸弹真的是有趣。为什么不带狙击枪哦？一定有人会问啊！开玩笑，我是谁啊？平民百姓哎、欸，啊，平民百姓。就用哦，什么小刀啊，卖小孩，小刀不可能的、啊。我是我的意思是指说，哎呦喂，哦，哼，差一点点，我反应还不错，眼力好啊，好眼力啊，难得一身好眼力啊，这样念对吗？应该是不会炸吧？啊，啊，看你老师哎、欸，不错。真的是不错，弄那么多颗了，哎、欸，我真的被他骗到了、欸，真的被他骗到了，前面整路都没有陷阱，就来给你这个一个陷阱，真是漂亮漂亮，啊，这个设计也不错，这是好功夫啊，感谢你，我头脑恢复正常一个礼拜，不过还是以为自己可以控制我，你们真的要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他不只看起来像个小孩，他愚蠢程度像两个小孩。差不多，但爸妈还是在控制之中。我觉得奇怪，他对家人的概念执着是不是你们灌输给他们？感觉他已经坏掉了。米亚那个蠢东西还卡在伊芙琳世界和现实之间。我以为伊芙琳那么爱米亚，也许会生气状况，但他一点都不在乎。有时候会探望米亚，甚至认为米亚是他妈妈。哇塞，谁探望？但我，米娅，哦，伊芙琳，嗯，就如说你们的生活模式根本坏掉了，应该都小朋友会觉得米娅是他妈妈吧？哎、欸，对啊，就伊芙琳就是那只那只那个小朋友啊，对家人执着已经失控了，他要所有人上街去拐来更多讨厌鬼，就为了要让他变态的家庭更加人啊。也许是因为米娅太久没来，她受不了这种感觉。但是每次有新人入住，我就得收拾残局，真是烦死了。对了，小伊看起来不是病还是怎样，皮肤变皱，而且开始长出灰色毛嘛，那是正常，感觉一些时间变老了，就变成那老阿伯嘛。神蛋一哥，昨天不是有类似的情节？苍井生都有看到的，今天没老吗？刚才那算吗？应该不算了哦，上当了有没有？其实看白金玩神魔之战有点不太习惯，是不是？没有，我会玩很多游戏啊，我会玩很多游戏，好玩的我都会尝试看看。哎、欸，类固醇啊，住嘞住嘞住嘞，哦耶！知道讲欧也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欸，如果有玩过那个、啊、星海争霸，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什么东西可以捡？哎、欸，什么东西都没有。本报告像是一型体内生长的细菌，感染人体后的症状，在接触一型武器化出霉之前，请务必问。哦，一样称为霉菌。一开始会吸取养分并增殖，并逐渐掌控体内所有细胞，但受感染者受制者获得相当显著的再生能力。实验过程切断受制者的手臂和腿，可以短时间间结合那些断肢和断哦，怪不得我手一下就接回去了。脑部思考和一型触媒同调，受试者开始出现幻听和幻觉症状，而且很快受到一型触媒的控制。
如果此状态持续下去，宿主将会失去所有意识，完全感染。刚才是第二阶段，完全感染的时候会受到这个霉菌感染，受试者就开始失去人类的形体，他们肉体突变。相同是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就突变变强，就是一个攻击武器啊。在此阶段下，拘束受试者是极度困难的。哦，就俩攻受无法控制啊。我先不看那个有提示的，你要看没提示的。这是什么？投药五分钟后呕吐，你那个熊。投药测试，投药十分钟就死了。那、啊、这个嘞，组织钙化，很难讲啊。像有一些国家，我就不讲什么国家了，有可能真的有在做一些人体实验。以前也很明显。在用什么东西？我看，经过活化方式，把一型生物样本置入，哦，即可活化。哦，了解了解，我知道放什么东西了，放伊芙琳的组织。哦，把主雷的舒服啊啦。给他住下一下就舒服了。好，可以用一些一型生物，所以住进去他就 GG 了。我现在已经活，这样就没问题了。这是什么？开始于2000年，试试在实验战场优势，提倡一个概念，计划内容与 HCF 进行技术合作，研发的生化武器，最少直接接触了下面大批战士。后来只好取消，所有资源都转移到本计划。本计划传统武器最大不同特点，将敌方战士转为我方盟友，将敌人转为无条件服从的仆人。当然，这不只有效减少处理战俘成本，还能降低战斗本身的成本。难怪什么什么什么，甚至什么什么都继续加入。本计划成型归功于什么地方？发现什么地方？这是。因为那个文字我 key 出来可能 会有问题，所以他把它 码掉了。发展十分突出的替代演化型真菌，通称为撕裂霉菌。制作生物武器的方法是将撕裂霉菌基因组注入第四阶段前的人类胚胎，并在受控制环境下进行38至40周的培育。这些胚胎有机被称为候选样本。以实用性为评量标准，从不实用且有缺陷的 A 到 D 型，一直到完美的 E 型最厉害。以前有 G virus 嘛 ，A B C D E F G 嘛，那应该比较厉害。生化武器外观通常选择约莫10岁的女孩子，以确保能够轻易混入城市难民中。第一个 E 型样本叫伊芙琳，能随意自体内分泌撕裂霉菌。值得注意的是，伊芙琳。的撕裂霉菌注入宿主体内，这个对宿主身心进行强力控制。伊芙琳达成并保持控制能力的有机的机制能代言，但目前的假设是起源里假单细胞群聚感自体诱导物费洛蒙。伊芙琳控制力展现在一系列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幻觉。受制者在感染后几乎立即看见伊芙琳的模样，其实他人不在现场，甚至会听到声音，但其他人听不到。监控此阶段感染受制者发现，伊芙琳幻影一开始是位普通的年轻人，有时会渴望陪伴及协助。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做出越来越多的极端要求，包括自残与攻击他人。此要求带来的心理震撼有助于摧毁心智上阻挡伊芙琳洗脑效果的自然屏障。此要求。极端要求，这个要求带来心脏摧毁心智上阻挡伊芙琳心跳效果自动哦，就不会去阻挡它。当精神确实彻底遭到控制后，撕裂霉菌的感染遍及体内所需要，使得身体他怎么不讲完？我把它看完了、欸，
玩游戏很少这样看完整个那个内容，通常都直接略过，你知道吗？如果你要享受游戏的整个过程跟内容，就是要把它看完了。这什么？又来了！妈，一直念完了。伊芙人将真菌体内组织成有机物，严格来说是数不尽的霉丝，丝菌进成的超级有机者，强烈的生存本能，稍微被激怒，凶狠的进行防卫，真菌韧性可观等力量，稍微用尽了战斗潜能。超级哦，菌丝就对了。以菌形成，并非单一生命，颇具巧思的命。意外感染需要治疗，可对伊芙人身体组织进行什么？制造独特的杀菌血清，将血清注入感染者受的丝菌钙化，大部分细胞已经清洗了，血清当导致他们死亡。由于可治疗时间极短，所以血清主要用于处置感染受者，而非治疗。哦，血清做下去要 GG 了，一开始才有机会了，一开始。探索血清潜力，我们将发现其加入什么东西，变成就是变成异形破坏剂啊！仅微量就能把它拒绝了吧？应该是这样。伊芙人行为有趣之处在对他家庭概念的痴迷，在实验中我们还发现强迫经感染受者扮演母亲或父亲的角色，把他当亲生女儿对待。为了他以家庭作为控制的主题，这想法仅是猜测。但他可能直觉认为，在家庭地位中比孤独的小女儿更融入社会团体中。感性说法，他可能想要补足自己在隔离生活中所缺乏的爱，来自父母的爱。这样，对啊，米娅一开始也是给他控制的、啊。哎，怎么可以储存的 ？OK， 储存一波。烧一弹，哇，大颗的，毒气弹，哎、欸，刚做了一个毒气弹，现在马上就捡到毒气弹了。哦，没有带这个武器，就先把它放回去啊。你看我留多少武器在身上、啊，太可怕了。弹枪哦，强化手枪子弹一颗，哼，好笑。哎，怎么那个？哼，以为没有炸弹，然后就被戳了，就偶尔来一波带走了。越多武器当然越好，军火尽量带，是不是？移动军火库，我这样还不够多吗？应该很够多了吧？哎呀，水哦，强化手枪子弹。哎、欸，漂亮！强化手枪子弹是满的了。哎、欸，什么东西？麦格农，我又捡到了。好，各位，我们又来了，又要来那招了。没错，我要再来一次。哦，记得啊，秘技啊，精神刺激剂无限使用大法。如果第一次来的观众可以参考一下，百姓这一招真是哈，百试百灵，屡试不爽啊！哎、欸，完全没东西是怎样？哦，完全不用探索的意思就对了。哦，又有两个，这边一个两个，还有吗？还有吗？就两个而已哦，两个就没了吗？还有吗？玩强力子弹，用冲的，用跑的，
因为精神世界有时间，我这样找比较快啊。哎，有人可以告诉我是要开打了吗？如果要开打，我就回去了。哎，这边有东西。你妈妈的在哪边唱歌？麦克能接完那个这个带出门哦。哦，是这样。所以应该这波是差不多是最后了，是吧？哈，不行了，不行了。12:21，12:07，怎么会阻断的 ？OK。哦，是哦。哦、是要 KO 了，是哦，没有什么东西要捡了啊！靠，我他妈，我身上一大堆军火库哎，那等下就来玩舒服的，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啊，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可以来一波了啊！小刀可以收进去了，小刀可以收进去了，带什么小刀啊？榴弹发射器放在这个应该是这样的、欸、机关枪好了，烧一弹哦、喔、我想要试那个毒气弹，我说我想试试毒气弹，没试过补血，我看一下手枪子弹应该是不用啊。啊，麦格农要带，那这个放这边。靠北海，我身上都是武器耶。麦格农哈，哇，这是啊，看起来好厉害哦。我没带这么多武器出门过哎，这样会不会太狂了？这个捡过了吗？哎，等一下，换个毒气弹，因为我想要试毒气弹的威力。驴肉，哎，这只驴肉一颗哎，哎，刚这边有东西吗？好像没有哦，拍起来有点忘记哎。反正最后半天的烧一弹都没用到，是不是？为什么漏掉啊？我也忘记了。外卖格隆嘞，你是在家吗？有点忘记了，刚不是在这附近吗？哎、欸，我这边不是有东西吗？我记得我刚这边有东西啊，对不对，各位？哦、有啦，毒气弹。好了，不要再唱歌了。另一边还有，后面哦，真的假的？我刚漏掉的。我先回去，你走这样走好慢哦，他们唱歌这边走路好慢哦。后面有东西都有掉的，石头后面 ，OK OK， 了解。石头后面，哎、欸，我刚不是捡了吗？没有捡吗？是这样哦，这石头后面有物件哦，而且老大人爱记地板哦，不，石头后面是。没啊，没东西啊，刚够错边啊，不是，欸、你要跟我详细的位置，例如说，欸、百姓背后的石头，面对石头的右边，
或者现在百姓面对的石头，石头的右边或石头的左边，有没有？是之类的，这样我干，我这样还是这里，欸，其实应该没什么差，欸，我去拿一些精神刺激剂啊，我先储存一下。唱歌那个，我刚刚捡到了，刚刚捡到了，他还在唱歌，欸，门口左边石头后面漂亮，这是谁啊 ？Dream MK， 门口左边石头后面，这样我先再储存一波。阿玛玲珑谁？玩游戏其实有一点强迫症，你知道吗？玩游戏有点强迫症。水那边的石头，哎，欸，等下带一管啊，不要都已经打最后了，没插这一根了，说实在话。对啊，都已经最后了，就可以直接吃了，你知道吗？哦，这样比较省时间呐，啊。我都有储存的，没关系啊。如果他还没破台的话，我们再回去再重吃一波就好了。哦，这个是扫掉了，这个扫掉 OK 了。哎，我没带狙击枪，哎，哦，好吧，算了。哎，欸，石头后面，哎，欸，好厉害哦，喔，漂亮哦，喔，各位，来了来了，你以为你吓得到我吗？有一点点，怎么了？好多怪物，捡东西，这枪法应该 OK 啦齁，哦，OK 啦齁，哦，再吃一管，什么东西？没东西。驴肉。我刚是快速换枪啊，因为散弹枪要驴肉，来不及。炸弹。哦耶！看到了没有？背后啊！看到这个准度没有？看到这个准，啊，你妈妈的！看到这个准度没有？你还没死啊？你还没死便是。哎，欸，炸弹放地上，我背着他直接炸，欸！哎，开玩笑，这就是技术啊，各位。啊，你妈妈的，用强力子弹算了，我不用子弹。有没有炸弹？这就是技术啊，炸弹。哎，欸，我绕了一圈回来了。哎，这个山洞怎么有一点无限循环的感觉啊？一个走不完的感觉。妈妈的嘞，这明明就是同条路啊！OK 的啦。哎，欸，背后放炸弹没看过吧？哎，欸，今天你看到了。宝物，嗯，不够，哎，欸，没关系，我们不需要机关枪了，就这样一波过去了，笑啥？哦，快跑，差点被他扑到了，你妈妈个熊嘞，甩枪有没有看到？各位甩枪啊 ，Overwatch 啊，甩枪，我示范一次，我算一下，看哦，这个准在这边，你就这样，有没有？过去有没有手抖一下啊？就叫甩枪啊！啊 ，OK。Come on，好啦。Come on。哦，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啊，各位哈。啊，来三个怎样？啊，三人成虎啊！啊，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哈。
这什么东西啊？可以拿吗？感知剂再给它补一罐哦，有没有？哎，我完全没感知哦。哎，那个熊刷我。OK 啦哈，那么感知剂最后就全部一波把它全部用掉了。哪边来来？哦，大哥也来啊！大哥，大哥！哇，两只大哥哎！大哥，大哥，放这里。二，哇！反应后看我多厉害！再来，跑！哇！看到没有？背后开枪嘞！这不容易哎，各位，这不容易耶。哦，都是正面，正面，我们不要背对敌人，面对他。哦，表示我对他一个尊重，有没有？哎呦喂，差点被他喷到！哦耶，还真的被他喷到了！攻击呀、啊，攻击呀、啊！你妈妈个熊嘞，大口袋还没弄掉。OK 啦哈，哎、欸，感知剂还有用，还有用。强力急救药物是不是？跟各位讲，这个草有没有就可以给它嗑掉了。哦，马上就有急救药物可以用了。哇，这么多好料！机关枪，我完全没有拿机关枪来用。这是什么？散弹枪 ？OK OK。嗯，我刚从那边来的吗？欸、对，我从外面来，然后呢，现在要飞出去，是不是？飞啊！驴肉，驴肉，驴肉！真正恐怖的前三分之一，是不是？因为前面你没有武器啊，所以会很有压迫感。后面有武器，你就还好了。有没有？我的精神刺激剂全部都用在这边了，有没有？再吃一管哦。这边肯定是没东西的啊、哦！因为我已经用那个了。哎、欸、哎，阿、欸、叔、啊、要去哪里？上去啊、哦？爬楼梯？你耍我、啊？那我现在要去哪里？哎、欸，我精神刺激剂加了哦，加。机关什么都是机关枪、啊，强力急救药物。矿场地图，啊，储存的意思就对了。哦，有东西，有东西，开呀、啊、开呀、啊！赶快捡，赶快捡！这什么东西啊？应该是娃娃，我在猜。躲在里面做什么啊？哎、欸，妈！这不是那个 demo 版的那个吗？你妈的，这是爱吓人！哎，这不是第一集啊，第一天啊，第一天遇到的那个 E-001 哈，哦，就是阿伯嘛，阿伯锁住了是吧？没东西，没东西，没东西可以直接冲。哎、欸，哎、欸，我们回到 demo 版的那个关卡了、欸。哦，这个地形我就熟了，这个路我就熟了。应该这时候不用拿电话了。第一集嘛。它会瞬间移动哎、欸！哇靠，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没东西，这边没东西，所以不用探索，直接跟他讲话就好。This is your fault. For 啥啦？因为我被感染了。这边有没有子弹？我记得 demo 版这边有子弹了，啊不给、欸欸。这路我熟得很呐、啊，路我熟得很呐、啊。demo 版玩了 N 次了。
钢琴又被铲不行 ，demo 版都不给你，哎，好聪明啊，放了这个东西不让你进去，你知道吗？啊，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拉一下？不给拉哎，有没有可以用保险丝啊？不行，一整个就是什么都不行。好了，我再等我，等我一下。It's okay, it's okay, it's me. I know you didn't mean to hurt. 第一集的嘛。Kill him, mommy. But you shouldn't have done that. It fucking hurts. He doesn't want to be my daddy. Then he can die. Die.Now it's mommy's turn to kill you. Turn to kill you. 我想这时候那拿一些补给品对我来讲也没什么太大帮助哦。再吃一管，来这边一直吃这个有没有？完全没东西耶，完完全全没有啊！从后门可以跑，从后门可以跑，从后门。And then maybe you'll play nice. I'm not playing. No! Get that away from me! Don't leave me to die! 真的要杀他吗？幻影啊，这是幻影。那幻影会砍到我？什么鬼啊？从后门我就可以逃出升天了。从后门，后门。不能开，不能开。所以那个女鬼应该就是那个伊芙琳啊。我们看 demo 版的那个女鬼。怎么会跑出这只出来？是娃娃头。今把子弹都怎样的？欧贝兰抓我啊！哦，这边有一只尸体啊，这我们知道哦。现在就在上楼了。可怕！是一种感觉做出来还不错还不错不过吓不到我，还差一点点，不好意思。好了，我们换大颗的好了。榴弹，我用毒气弹。不要，先用小枪就好。他在那边 stand by， 那这边可不可以过去？肯定是不行的。这边是真的，不是幻觉，不是幻影，真的假的？找东西比剧情还重要。加油鬼！有风风停靠在窗口。等一下，我是不是在扣血啊？防御的，我直接溜走就好了。等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没有，不是这样。要抓 timing 过去就对了。我知道了。他吹你的时候叫防御，他吹你的时候就防御啊！冲啊！有没有防御？有没有？有没有？诀窍是这个，冲啊！冲啊！加油啊！平民百姓冲啊！速到 ！No！ 插下去 ！Oh yeah！ 有人说要边防边靠近。You？ 阿婆 ？Why does everyone hate me？ 阿婆，你有什么七孔流两孔流血？阿婆，看好哦！什么叫技术？看好哦，各位。
节目效果，节目效果啦，节目效果，节目效果，真的，大家都没看到老马，我想说要制造一点节目效果，哎，节目效果啦，节目效果啦，哎啦。要远离他是不是？早说，要远离他，我早说嘛！我哪知道靠过去就直接死了？哦，再一次！哦，哎，终于有老马效果，这时候放啊，各位！看到没有？什么叫做效果？什么叫技术？棒棒棒！哦耶！快跑！快跑！快跑！什么东西啊？对不起，我太强了，我直接把他弄死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哦，我不知道我技术这么好哎 ！Holy shit， 我怎么那么强啊？毒气弹 ！Oh yeah， 补一波！驴肉！靠背啊，不能跑哦，这还不能跑，驴肉！啊！外卡！不啊！不行啊！靠腰嘞！整个就是被虐，我只能被他虐是不是？哦耶！哦，拉过来了！快补！你是要怎样啊？别去！快！维卡斯！Time's over。Goodbye。人呢？Goodbye。Goodbye， 边吃还要边吃是不是？抱歉了，对不起了，真的，我不晓得，我刚刚那个技术太好了，一次放一堆炸弹就 KO 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这是技术啊！没，结果所有武器都没有试到，我直接用炸弹一次，哔，就是把他炸死了。啊，这个实在是啊。让各位有点失望了哈。了解。救援直升机终于来了。我的卡座停来，咱救一下吧。补一波妻子。死亡的技术，全身被捅。I'm Redfield. Redfield. Glad we found you. Find you. Thank you. The fuck took you guys so long? Wanna hand all that?Ethan? Hey, yeah! Mia, I'm not sure. You made it. You made it. I'm glad. Did I? Yes.
They say that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pens. 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为你开了一扇门。A door closed tonight. 今晚一扇门关了。And what a long night it was, but not just for me. Me and I weren't the only victims here. So were the Bakers. It was that thing, Evelyn, who made them that way. But now Evelyn's dead.And these guys are here to clean up the mess. I had just come to terms with losing Mia. But now she's back and wants to start over. Put all this behind us. Maybe this is where the next door opens. Resident Evil.这两个小朋友把他拍那么恐怖干什么 ？Deep dark hole. Deep dark hole. 有没有？那味道做的很棒哎，真的，那个。那种恐怖片那种 Holy Bobby 什么是 Holy Bobby 啊连音乐都做得很棒，说话这么久，最后只用三颗炸弹。楼一哦，楼一应该有另外剧情，我到时候再玩楼一的剧情给各位看。心啊，这些细节他都有做出来了。广播已经说搜索贝克驾驶无生还者，哦，那是圣经是不是？拿的东西都有用到吗？好像没有哎、欸。我刚刚就是那个、啊、炸弹就砰砰砰砰砰，我就死掉了。我哪知道威力那么大？疯狂模式哦，哎、欸，应该可能会应该有时间会玩好了，有时间会玩一下这样。疯狂模式玩起来应该比较不一样，不过它子弹听说可以无限，是不是？上帝关你一扇铁卷门。请另外花钱再买，什么意思？因为太简单了嘛，对我来说，这个没关系，这游戏设计好，它不会再改了，对吧、啊？对我来讲太简单了、啊，简单模式太简单。那个 boss 我连摸都还没摸到他就死了，嘣嘣嘣，他就再见了。应该没有看过有人这样炸他的吧？我看应该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我是不知道了。
我哪知道，麦格龙也没用到啊，嘣嘣嘣，他死了、啊。要碰风管才能无限子弹的啊？要碰风管才能无限子弹？奶奶个笑！想玩玩具那几个炸弹炸他就嘛，对啊，我哪知道？说一次说那个老太婆杀了他家人是吗？接下来看，接下来应该可以休息了。老卡最近都搞 DLC。不知道谁死好多赛过。第一次看到的。哦，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炸弹炸哦，应该是我吧。对吧，前面被咬快笑死。我想说要玩技术啊，我哪知道过去他直接把我一口咬下去。还有讲了不能靠近啊。啊我一开始不知道，我直接靠近就直接被他吃掉了。这就是技术啊，就是怕他已经快睡着了，技术性的这个啊一个娱乐效果。娱乐效果。Dave 的变态小孩是被控制吗？把人烧死的那个小孩，变态小孩，谁啊？小女孩还是小孩？不知道哎、欸。把人烧死哦，那是哥哥啦，阴阳应该是哥哥啦，哥哥已经处理掉了。对，老太婆是伊芙琳，然后感染大家。对，阿嬷就是小孩。对。有从头跟到尾应该就知道了，有从头跟到尾应该就知道了。话说这边怎么那么久啊？可不可以按快点啊？我想说让他跑完，你知道吗？他们制作团队人还真多啊，不愧是大作。《奥林古堡》系列基本上每一代我都觉得蛮好玩的。我玩到3吧，4好像忘记了，4我有没有玩过？因为太久了，有点忘了。阿嬷体虚，经不起炸弹。威卡斯那把枪是刺杀子弹的，我在想威卡斯可能是吃生化武器的子弹。他的游戏这么看起来像是在看电影，对啊，所以这个游戏看起来你们在看会像是在看一部电影，看一个故事，我觉得这 很有内容，还蛮不错的。小一在村上自己逃掉，因为失去药物控制就快速老化，才会变成阿嬷的样子。哎，对，恭喜破关，谢谢。欸、他的制作团队人还真的蛮多的呢齁。不过疯狂模式只要破完之后 无限子弹就还好欸。因为你都打得了疯狂模式，无限子弹应该，懂我意思吗？像你看我刚流多少子弹、啊、我全身上下跟军火库一样，真的很像在看电影齁、哦。对啊，这盘蛮有意思的。很多只有沾上一点边的，他也写上去啊，都这样。讲真的，这一代你一开始就看不懂了，因为这一代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以前就是他是一个也是制造生化武器，但这一代他虽然说同样制造生化武器，但是他把它建构在一个家庭里面，所以你就觉得搞不太懂，他怎么跟之前那差很多？为什么我是在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家庭里面的人都变态？就后来才原来才知道是阿嬷控制这些人，让这些人变变态。所以最后还是跟他原本的那个之前的故事有关联到。上一代二零根本射击游戏哦，我觉得这一代这种第一人称我觉得比较好，你可以用第一或第三人称啊。之前那个有点笨笨的，他那个射击是自动瞄的，然后你就是走来，我不会讲之前的那个模式跟现在这个模式，我比较喜欢现在的模式。早知道不需要捡那么多东西啊，最后只靠4颗遥控炸弹，还有 NPC 丢给你的是终结武器。对，我那样丢，我那样用炸弹炸是不是很快？超快的，对。我跟你讲，我可以玩出真的别人看不到的玩法，因为我的战术运用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玩法会比较多元。对，我们
对，我们绝对是支持多元成家。哎、啊，哎，这算自入性吗？带 VR 打会很恐怖，会很恐怖的。找消防局哦。阿妈，你今嘛伫倒位？这恶灵难度高的话，几乎都是被摸两下就死了，然后不用僵尸都很硬，不让你那么多子弹，要有高评价就不能用无限器。其实我之前玩也是这样，我之前玩也是全身上下一大堆子弹，然后最后丢一个那个火箭筒就死了，就轰啊啊没了。买 VR 再玩一次，VR 太贵啊 ，VR 我也想玩，因为 VR 真的太贵了，没有那个费用。疯狂打完解三个金奖杯，四小时全破，跟箱子只能开三次的，不是，打完解三个金奖杯，四小时全破。跟箱子只能开三次，哎、欸，四小时全破有点紧绷，哎，因为我会迷路，你知道吗？四小时全破有点紧绷，就是你要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以前玩《恶灵古堡三》的时候，是真的是可以玩到很厉害。我玩到，我想一下，那时候玩到怎样？哦，好像是不储存，我记得是不储存的、啊，不储存从头打到尾，好像可以拿到什么武器吧？应该是这样。有剧情，貌似贝克一家救了小伊他们，是不是？打女主时，他才一直说给你们吃的喝的，还这样对我，哼！看懂了，以为小女孩是真的是那个家庭成员哦，不是不是不是，小女孩就是控制那些人，让她变成她家里面的人，她希望有个家庭的感觉，这样。对啊，小女孩是受了感染了、啊，基本上她就是一个生化武器啊。四小时可以用简单跑，是不是？四小时哦，真的蛮紧绷的，变得每个地方每一个环节都要记，都要记下来。贝克男主杰克，哇，好多那个 logo 一直在。贝克男主杰克纯粹只是好心，有老外两小时四十五分过了简单哦，这么厉害啊、哦，两小时，代表他走哪边他都记得了嘛。而且我跟各位报告啊、哦。你要快速通关，除了对关卡熟以外，有些多余的东西根本就不用去拿，这才是关键。这版有伏笔吗？不知道哎、欸，因为我比较没有时间玩像以前那样玩游戏啊。我以前玩游戏，你说什么两小时四十五分那种的，以前我会挑战啊。说真的，因为我以前玩游戏，应该说以前时间比较多吧，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花在这个上面。对，因为我会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好玩的游戏或者一些东西呈现给大家，懂我意思吗？但是因为我一直重复玩，看的人可能怕说也会腻啊，怕说也会腻啊。哦，贝克家好心收留他们是？嗯？哦，我手机响。哎，不是啊，这不是我手机啊。我看一下，我只死11次而已、啊，还 OK 吧？喵喵先生，我要20个哎、欸，古钱币有18个，我拿到14个而已。获得档案数量还没全拿、啊，有漏掉。置物箱开启次数也要算了，治疗药剂31个，镇定剂使用1个，类固醇4个，还 OK 啦齁。有威卡斯欸，还趁机打广告啊！你妈妈个熊！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右下角按个喜欢，订阅的旁边还有个铃铛，按下去将会收到我的哦，不是红包，最新的消息。对，我是平民百姓，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